欢迎欢迎欢迎。Hello, 李子婷，她的唱功在同龄人偶像当中绝对是佼佼者。火箭少女101当中的两个歌唱担当，一个是段奥娟，另外一个就是李子婷，应该在唱功上比段奥娟还要再成熟一些。首先来有请第一位进行挑选的朋友子婷，耶、yeah ，好像第一个人选机会比较多，我选胡夏啊，哦，真的吗？对，哇，我们要唱什么？下面的歌你会唱吗？啊，有歌吗？有啊，你看这个，天上风筝在天上飞，地上鸟在地上追，你听过这个歌吗？斯大利的，这个是我一直都想对你说，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追，哎，你对追字有什么想法呀？其实我也是一直都在追逐自己的梦想，过程中也是碰到了各种事情发生，无论是开心的、不开心的，或者是什么遗憾呐、啊。哎，遗憾怎么样？有首歌叫《遗憾》的呀。与其让你在我怀中枯萎。哦，你听过这首歌吗？好的，那我们就唱这首歌了。与其让你在我怀中枯萎，宁愿你犯错后悔，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留我独自伤悲。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憔悴，宁愿你受伤流泪，莫非真情可贵。别再说是谁的错，让一切成灰，除非放下心中的负累，一切难以挽回。你总爱让往事跟随，怕过去来飞。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就要多爱几回。真情可贵，不在乎是谁的错，不在乎是谁的错，早已经难以挽回，早已经难以挽回，就让这一切成灰、啊、我愿意孤独沉睡，一个人等待天黑。你别担心，你愿意受伤流泪。
才懂我最珍贵。这是一组非常年轻的组合，给我们带来了满满的有机正能量哈！两位动情的演唱也是让我们听之动容。先说说子婷好了，上一期的时候才跟你的另外一个队员合作过，傲娟。对，然后今天听到你的 vocal， 哇，也是惊为天人。就是我觉得对一个唱跳为主诉求的团体来讲，能够有这么优秀的 vocal 条件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而且刚刚听说你才20岁，这个真的是超过我对一个女团成员的想象。谢谢老师，非常的好听。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李子婷她其实是个泰国人，嗯，她中文讲得特别特别的好，是华裔哈。萨瓦迪卡，萨瓦迪哈。今天过程中，我觉得李子婷还是有一点拘谨了，因为在我心里熟悉的那个李子婷，跟你的能力其实我是很清楚的，啊，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表演还没有完全的把你的能力跟才华展现出来，放出来。子婷啊。听说胡彦斌老师在之前一档节目中对你也很严厉，对，哎，他到底对你做了些什么？应该是我第一次见到老师的时候，我唱了一首歌，然后老师就说有一点跑音了。他刚刚在想要高，第一个音跑掉，第二个音那个最高最高的音，整个 pitch 低了半度。OK， 我觉得对于李子婷的这个。之前的节目的降班哈，包括是对于你的这个要求，其实是在基于一个对你有很大的期待。我觉得我们其实在每个时期都会去面对未知的恐慌，啊，未来我到底会怎样？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成长的乐趣，或者是自己对自己的进阶吧。你必须要去学习那些你不擅长的舞蹈，去完成一个一个表演的秀。这一年半当中，我不知道你经历了多少，委屈了多少自己，但是我相信那些流过的汗，那些你曾经去征服过的每一个舞台，都会对你未来的成长是重大的一个基础的积淀。哎，说到这我都有想哭了，因为其实我在团里面的时候，啊，不好意思啊老师。其实我有很少，机会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因为毕竟是在团里面嘛，大部分都是唱跳。但其实我成团之前，我都是唱歌为主，对，所以我就希望未来如果解散了或者什么，我就想要往就是唱歌这一条路去发展，对。然后有更多舞台，更多机会去展现自己，突破自己。子婷，我觉得那个眼泪我感受到很多，我不知道在场有多少人懂你，我是理解你的，真的感觉到你越来越优秀，很为你开心哈。谢谢霍老师。我知道二位来今天是心里想好了有一位我们的音乐合伙人跟他有合作的机会，是，告诉我那个名字。三二一，胡彦斌老师。所以现在要请我们的胡彦斌老师进行选择。那我再看看才艺吧。好，把舞台交给子婷。邓丽君，哇。Goodbye my love， 我的爱人，再见。
Goodbye my love， 从此和你分离，我会永远永远爱你在心里，希望你不要把我忘记，我永远怀念你温柔的情，怀念你热红的心，怀念你甜蜜的吻，怀念你那醉人的歌声，怎能忘记这段情，我的爱人再见，不知哪日再相见。谢谢老师。那个答案已经在 C D 盒内。子婷还是胡夏作为自己的合伙人呢？他的选择是。李子婷。恭喜子婷。谢谢吴老师。哇。我觉得子婷可能在之前的节目里面没有一步一步的陪伴你可以去完成一个作品的话，那这一次可能是一个最好的时机，通过这个实践的过程中间，希望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帮助。谢谢胡老师。再次把掌声送给二位，谢谢。我这一次想了一个歌哈，野蛮游戏。野蛮游戏。你唱过摇滚吗？啊，因为我没有听过这首歌，然后老师还问我有没有唱过 rock， 就有一点怕了。哇哦，全是中文。最难的地方有一段是 rap， 然后词也很多，在中文上什么的，就是蛮有难度的。
You! 谢谢谢谢我们两位 Rocker。 摇滚是血液里的东西，有的时候它是如火一般炽烈的愤怒，有的时候是坚不可摧的一个态度，有的时候是像刚才那样的燃烧的热情。我觉得对于创作者来说，他骨子里就有这些东西，他才会写得出这样的作品。而对于表演者来说，我觉得要先问自己，我现在心里有没有这些，可能你还没有做好准备。子晴很不容易，因为他中文还看不懂，然后他还得要翻译成自己的那个看得懂的方式。我也问他之前有没有唱过摇滚，从来都没有唱过摇滚。 对， 对，所以我说那我们这一次玩 rock 一点的东西，可以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李子婷哈。那我觉得今天让我看到的是子婷她可以唱摇滚，她唱摇滚的时候很性感。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刚刚那个作品，我觉得子婷120%的精力了。哇，谢谢老师，再次谢谢李子婷，谢谢胡彦斌老师，谢谢二位。